然后要把这个地脚螺丝，地脚螺丝要给固定上。在这上面缠两圈塑料袋，在头上，然后也缠两圈塑料袋。然后往里面走，当它在中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磨到这个塑料袋，我现在故意让它磨上面啊。当它不如果不在中心的话，然后它就会磨这个塑料袋，故意让它磨到上面啊，故意让它磨到上面啊，然后它就会挂塑料袋，然后你一看挂到了塑料袋，然后这就是。你的这个机器低了，然后就要调这个螺丝。这边有调那个，这六颗大螺丝是调它的那个高低的，来吧，当它低了就要升高，然后你就这个紧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螺丝松掉，然后紧这螺丝，然后紧让它上来，然后调高。这就是来对这个。对这个中心，如果是靠左靠右，对，如果是挂左边挂右边，那你就需要调这边的四颗螺丝，知道吧？那边的，往这边挤，往那边，往那边推。在调这几颗螺丝之前，一定要把这儿的螺丝松掉，要把这儿的螺丝给松掉，螺丝要给松掉，不然的话，然后它又。会变形的，起不动。好，那个中心之后啊，调节好之后，确定好了。然后你把那个温度，机器的温度设定好之后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的那台机器试过机的，里面有料，然后一定要把温度升起来之后，才可以试主机的正反转，主机正反转，然后风机的正反转，然后机器运转的正反转，然后都要试好，试好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，温度你已经到了吗？不是，到了之后，然后你可以往外挤料了。挤料之后，然后你又要看出料的那个是不是均匀。当
你来看一下这里。在这边。当它靠上沿的时候，就上边很薄，下边很厚，出得快啊。就是上面的料，它这个料啊，它就会往上边翘，知道吧？这样子。那说明这样一种情况，然后这个料上面就会很薄，然后下面就很厚，这个料出来就会往上翘啊，出来就会往上翘，往上翘，然后你就需要调，在机筒上面有四颗螺丝是顶住这个东西的，然后你往哪儿翘，你就要紧哪边的螺丝啊，往上翘就紧上面的一颗螺丝，然后你紧，然后它就会往下移。这样子一点一点的，然后往左走，然后你就拧左边的螺丝，往右边靠，然后你就要紧右边的螺丝，这样子，然后直至然后你调的那个料出料啊，基本上是一条直线，这样子就说明出料是均匀的，这样子就 OK， 然后停机，然后就准备试机。够了吗？啊，放在这儿，放着，这是气压呀。一定不能太大，然后它只有0.003、0.02这样子，就很微小的一点气压，然后就可以满足生产要求了。你调大了，不行；调小了也不行。